代言的婚戒是模特生涯中最后一场走秀，之后你就要担任《爱的原罪》女主角，你的压力会不会很大？哪问这个谁关心呐、啊？艾薇小姐，你这次会捡到这个角色，是因为原本的影后赵雅芝突然间闪电结婚，那你会不会跟雅芝小姐一样啊？因为婚姻就放弃演艺事业啊？就像我手中这个六角星钻，我希望我可以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幸福形状。所以真命天子，赶快出来跟我求婚吧！艾薇，你愿意退出演艺圈，当我一个人的女主角吗？小茹，经理说你要是再迟到，他就不准你的假。告诉他，我不干了，我男朋友准备跟我求婚，我要去做我的家庭主妇了。艾薇，我数到三，如果你回头，我们就继续在一起；如果你不回头，我们。抱歉，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人比你更需要我。我的机票，等一下，求求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宋杰兄，恭喜你！杰兄哥，听说你结婚了，恭喜哦。哎，修哥，祝你百年好合，我们在 LA 祝福你。杰修哥，怎么突然结婚了、啊？实在是要恭喜你。什么时候偷偷结婚的？哦 ，My God，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啦！一叫醒来，人就躺在医院，还拄拐杖，钱没了，房子也退租了，行李也不见了。护士小姐还说什么我老公揍了医生一顿，我要打死他！是打我老婆，这次我就打死我。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手上多了这颗钻戒。我们要结婚，结婚不是在开玩笑啊！有人会拿一颗大钻戒开玩笑吗？你有可能真的结婚了，干脆在这里洞房给大家看。卡玛 baby。身份证，配偶宋杰修，宋杰，宋杰休息一下。何老板，李大夫，我的小助理陈。Hello。哎呀，第一次见面就帮你们证婚，真的是太意外了啊！太意外。我现在是人妻了。你愿意嫁给我吗？这桩婚姻不过是酒后一场闹剧。不要离婚。我拍片期间不能跟任何人传出绯闻，只要你跟他先暂时做一对假夫妻。要我跟你当三个月的假夫妻，办不到。100万。什么？只要你配合我，三个月后我给你100万。现在也没有什么筹码了，你试试看嘛，搞不好最后赚到的是你。虽然知道爱情很美丽，但是没有填饱肚子，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创业基金赚回来，那才是支撑我未来继续自己一个人活下去的动力。知道啊，只要那100万。冰崩，你答对了。除了宋杰修、唐艾薇、林小茹之外，假结婚仪式不得让第四人知道。来不及，我的同事孟君已经知道了。玩太大了。那肥婆？她是孕妇，她怀孕之前很苗条哎。你要不要干脆拿大声公出去宣传算了？合约期间，林小茹应负起妻子的责任，合理吧？什么东西？实景杂烩粥。喂，也太明显了吧！双方不得做出损及对方形象、名誉等行为。你不知道我先生脾气有多差，他只要一不高兴就会把我关在门外。这里是我家。或是他东西砸我，或是不让我吃东西饿肚子。
说不。说什么啊？说。双方不得衣衫不整，刻意引诱对方。你叫我去干什么？上厕所时需要把马桶盖掀开，使用后需要把马桶盖放下，不得随意进入林小如房间。家庭生活必须开销皆由宋杰修支付，不得对林小如大声咆哮。你够了没有啊？我的正式条款才十条，你特别条款18条。现在是在对我大声咆哮是吗？误会。完全的误会，我平常讲话就是这么大声。你们两个笑什么笑？你们知不知道喝醉酒最不能做的事就是一开车，二抢。喂！不要跟我抢！知不知道我现在最讨厌就是人家抢我的东西？你知不知道？美国警察什么测酒测的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你经过最大努力了吗？我告诉你，你只会任人摆布，还有自欺欺人。你凭什么说我没有努力？你确定你努力了吗？你尽最大努力了吗？他没有权利拿你未来的人生当爱情陪葬品。林小茹那个人对你而言一点都不重要了，你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让你忘记他的。不要去追求不属于你的东西，这样会过得比较快乐。以前根本不爱我，他也不会爱这个小孩。如果这小孩注定到这世界上来不会幸福，我宁愿他在天上当个幸福的小天使。要是你一开始没有介入我跟逸翔之间就好，所以这一巴掌是你和逸翔欠我的。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常常守不住握在手里的东西，所以一旦失去，我也只能认输，只能后悔，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两个人不能坚持走到最后，再美好的过程，你会巴不得它是一片空白。谢谢你，想要帮我一起忘记一下。锦绣对他会不会有点太关心了？那家伙是我看过世界上最龟毛、嘴巴最坏的男人，但是我却更喜欢这样子的他。因为我不喜欢跟别人一样。那我喜欢的是他自己，还是宋锦绣啊？我最喜欢闻你身上的味道了。不是属于你的好吗？以前别人说你再怎么爱玩随便，我都不相信。我是彻底的想，我再也不需要你，因为有人比你更在乎我，是喝醉跟我结婚的林小茹。林小茹，你们现在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日久生情，所以他取代了我，是因为你喜欢上他了，对不对？倒想看看，没有了我，你跟你的假老婆能有多开心？其实我们是一样的，付出的真心被别人当成垃圾。我或许没有办法代替你伤心难过，但至少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可以把我的幸福借给你。把幸福借给我？我觉得今天会是你最开心的一天。Thank you.
女神卡卡是不是？我看你也不用崇拜她了，你比她厉害多了，你很卡。好了，说，演技这么差，还要拖累我们家瑞婷。我希望你们可以成熟点，不用随便伤害别人 ，OK？ 这是你进军影坛转型的大好机会，而且还可以跟影帝合作，合约上也写了，不可以闹出绯闻，你千万不可以再出差错嘞。你有没有想过十条绯闻里面？有一条可能是真的。就这样，小，千万不要忘记此刻的笑容。我只是单纯的想让他快乐吗？为什么我却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真的需要加强。虽然我不晓得你过去跟他有过什么，但结婚的男人不能碰。你是个聪明人，这点分寸你应该懂吧？我今天做的一切都是真的。你想要借多少幸福都可以吗？但是你不可以离开我身边，不可以留下我。林小如，我只是请你代为保管，没有要你占为己有。哎，我希望你可以分清楚真情人跟假夫妻的差别。调查得很清楚，唐爱维不是第三者，宋太太才是他们地下情里面的烟雾弹，所以她可以为了事业连自己的男人都use去利用。我唐爱维不伦恋曝光了，他的对象是已婚的室内设计师宋杰修。干杯！哎，各位同仁，我终于拍到了这个让人振奋的爆炸性的画面。只有把不到的女人，没有跑不到的新闻。太棒了！谁叫他来的？明天他不用来啊！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搞什么？他介入人家的婚姻，他是一个第三者。就算他是你以后，观众会吃吗？我问你。这是我第一次想要好好认真的面对我跟他之间的爱情。我想跟他回到以前那个只因为对方存在而感到快乐的过去。真的有这么难吗？你应该明白，一个男人不会没有原因去关心另一个女人。你现在对艾薇到底是什么想法？我对他还有感情，但绝对不是爱情。哇！龙哥，你好没有 ？Ricky 呀，你认识这个唐爱薇才多久，就这么喜欢他 ？I'm serious。比起影帝的 title， 唐爱薇男朋友的这个称呼，我觉得更有意义。到底喜不喜欢我？我只想照着合约走，轻轻松松的履行完这三个月的结婚关系，因为我最讨厌别人抢走我的东西，所以我也绝对不会抢走属于别人的东西。杰修怎么会跟这么现实的女人搅和在一起啊？我不能让杰修为这个女人越陷越深。难道身为一个母亲，都可以不顾虑自己儿子的感受？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明明有妈妈，他就要这么孤单的活？原本维持这段假婚姻，是为了得到我想象中的幸福，但是我怎么样也没想到，在这段假婚姻当中，我居然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林小如，她是第一个能够给我这样感觉的女人。你才刚从总公司调派回来，就抽查员工的置物柜，这样好吗？这个山猪还是跟以前一样。今天早上有一个男人送你上班啊，他是你男朋友，是老公啊？我跟他很快就什么都不是了。你干嘛这样说啊？执行长，你有必要这么关心员工的私生活吗？其实我跟你一样，一直在找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位置。下次你看到你喜欢的人，仔细盯着他的眼睛，那里就是属于你最好的位置。离我这么远做什么啊？怕我把你吃了吗？过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现在的位置一样，距离永远不可能拉近，你看清楚一点。OK， 既然你那么远的话，那我就大声说出来。林小如，我……你这么大声要干嘛？这不是拉近距离。就是决定爱上你。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你就是我的旅途。都是因为你，我一直漫步，想要跟你一起走。祝福。